就瞓啦。我去咗美加咁耐，嗰啲嘢搞成點啊？搞緊㗎啦，全部都。喂，今次真係搞得好睇睇啊！冇嘢，唔使擔心啊，大佬。你都進行得非常之順利，吩咐曬啲兄弟一定做台好戲嘅，靠曬你噶啦嚇，冇問題啦。做緊噶啦，萬事俱備。你說啊，幾時啊？2月4日啊。2月4日，得啦，叫成班兄弟做嘢冇問題啦。叫住班齊人馬啊。班齊人馬就緊㗎啦。你大哥叫我做嘢幾時托手生啊？睇你台戲，睇我哋台戲啦，叫啲兄弟。一定係咁話啦。記住啊，2月4日。佢哋做嘅嘢做咗未啊？做咗啦，已經開場啦。咁幾時啊？四號啊嘛，記得啦。冇日子啊！2月4日啊，預埋你噶啦，仲有你 ，man。都足咁行落嚟啦，都同佢咁樣講嘢咩我咧？叫你做嗰啲嘢搞掂曬未先？大佬講嘅吩咐一定要做啦，一定要搞到好睇睇啊！係所有兄弟都過。2月4日記唔記得啊？咁樣記得啦，2月4日。OK， 冇問題。咁大佬，咁今次開邊飯咩排頭啊？你係咪高過頭啊？啲血上唔到腦啊？咁都唔記得 ？Sorry， 大佬，我唔會咁多次。次次都等到冇曬，咁你仲有冇廁紙？仲有冇吉屎啊？當然有啦，而家幾時用啊？我要曬成卷，冇問題。2月4日，新春撈起，歸你陪你迎元宵。新春撈起，歸你陪你迎元宵。新春撈起，歸你陪你迎元宵。新捞起，威你陪你迎元宵。冇错，记住一定要啊！到时带埋你啲知心好友过嚟啦。